complete this one. You can start from this to complete, to draw any picture, just start from this sea line stuff. If there is no correct answer, just think and draw.不要设限，挥洒创意。一张小小的卡片就有大大启示。达拉斯大爱幼儿园教师团队精进，每一堂课的主题都紧扣教学的方向。She's so helpful and good heart. We are good team together. Thank you.说的是自己，但每一句赞美都来自别人。四叶草的游戏，学习包容，并且看着他人的优点，就能成就一个坚强团队。让老师们了解，我们在平常的运作当中，沟通是很重要的。一年来，我们的教育，也是经过这个苦难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曙光。因应疫情，不论教学方式如何变化，正向思考、良性沟通，教育品质不会松懈。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怡萱，美国报道。